谢谢。白皮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系统阐述共建“一带一路”的历史渊源、理念愿景、实践路径、实践成就和世界意义，全面介绍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。 提出10年来的丰硕成果，阐明中国推动共建“一带一路”高质量发展同各国一道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和行动。